大家好，我是和你们一样爱好娱乐，每天关注娱乐新闻的，跟着我带你们每天看最新资讯。说起王一博，现在可谓是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起初尚未成年的王一博加入乐华，但乐华的传统是远赴韩国练习，几年后再回来。只有十几岁的王一博当时还不像现在那么酷，奶乎乎的样子被粉丝们称为白牡丹，但在韩出道的王一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，就像团体到泰国参加活动被泼红漆一样。傻乎乎的王一博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欢迎仪式，后来又有一些颁奖典礼明明是同一个团队，领奖时却没有叫王一博，年纪小却经历了太多。由于某种原因，在韩发展的王一博被提前叫回来，但国内市场并不接受他们，对他们也不熟悉。幸运的是，王一博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了天天向上，起初并非正式成员，王一博的话很少，这与他慢热的性格有关，再加上黑粉对他的攻击，他白牡丹可爱的样子很难看到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我声称艾博很酷，说什么都简单直接，比如在天天向上中，艾博一开始基本没什么话就被吐槽了。在最新的节目中，艾博对自控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觉得这件事要分主次，合理分配时间。虽然他的话很少，但每次都能准确地说出最核心的要素。生存在娱乐圈，你必须快速成长，好到别人不能轻易击败你。王一博做到了，与王一博同龄的人难道还在忧郁工作或以后的生活吗？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总是很放松，大家都宠着他，让他在外面是大人，回家后是小孩。因此王一博在说自己没什么困惑时，汪涵说也是，他十几岁时就在这个舞台上成了每天兄弟的一员，有什么困难都被大哥哥们解决了。果然汪涵对王一博真的很宠爱，汪涵对王一博也是肉眼可见的宠爱，在节目中吃到美味的也会挂念他。其实不只是汪涵，还有钱枫会不断的逗他笑，这样的气氛真让人羡慕。以上是为大家介绍的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哦。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，请关注